从地面到空中跨作业实弹演练，中国解放军秀肌肉没停过，共机更是频频扰台。因拜登非官方代表团访台之际，中国海事局更宣布14号到20号一连6天，上午8点至晚间6点沿海实弹射击演习。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训，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。我们遏制台独啊，遏制台美勾连啊，不是光用嘴说的。消息发布时机敏感，但国台办态度一贯强硬，称军演是必要行动，和中国外交部战狼赵立坚一同急跳脚，怒气攻心，说辞千篇一律。蔡英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领导人，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。针对共军步步紧逼，我国防部表示都有严密掌握，并且适切应对。但就连美国军事高层也担忧，中国武力犯台危机迫在眉睫。I think the threat is manifest during this decade. In fact, in the next 6 years. 两岸紧张情势升温，美国是否军事干预？拜登政府迟迟没有明确表态。台海危机剑拔弩张，持续牵动中美角力。三立新闻全篇报道。